首先就是新辅助化疗，用于术前控制病情，然后降低分级，增加保留膀胱的手术机会，降低手术难度，消除微转移，提高生存率。第二种就是辅助化疗，常用于术后的病理淋巴结阳性、分化不良、脉管瘤栓以及 T3、T4 的患者，这样是需要运用辅助化疗的。第三个就是全身化疗，它是转移性膀胱癌的标准治疗。最后一种就是动脉导管化疗，对双侧髂内动脉灌注药物，局部是好于全身的。动脉导管化疗常用于新辅助化疗，它的方案最常用的是吉西他滨加顺铂，以及 MVAC 方案，甲氨蝶呤、长冲新碱、多柔比星加顺铂，还有 CMV 方案，甲氨蝶呤、长春新碱、顺铂；CAP 方案，环磷酰胺、多柔比星、顺铂；TC 方案，紫杉醇加顺铂或者是卡铂。其中呢，以 GC 方案和 MVAC 方案是一线方案。